5月25号，蛰伏6年的 FIR 飞儿乐团携全新回归大碟《末日青春补完计划》空降北京，举办新专辑音乐会。据悉，新专辑向歌迷传递了“就算整个世界崩毁，也不要放弃爱和希望，一起用音乐造梦”的整体理念，也象征着 FIR 飞儿乐团在积累沉淀之后的破茧重生。作为顶尖的华语乐团，飞儿乐团创造了无数耳熟能详的经典。此次蛰伏6年再度出发，来自全球各地的粉丝更是专门录制了15周年的真情告白视频，现场气氛温馨感人。谢谢，因为其实建议老师跟阿庆老师很不容易，大家都想到。我觉得此刻Linda其实她非常非常的坚强，而且她一直在说两位老师不容易，她自己一个小女生，其实的时候要承担更多的压力。所以我觉得此刻我们大家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Lydia 好不好？给你加油。这次的创作期其实比较长，我跟阿庆花了6年的时间，所以也蛮开心，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就累积了很多好歌好作品，那也涵盖了很多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但是呢都是蛮正能量的。希望说其实 FIR 我觉得我们的音乐一直以来就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时刻，然后从第一张到现在，其实我们的核心信仰精神都没有改变过，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正能量，还有一个积极的这个思维来度过人生每一个时刻。芒果捞新闻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梦者。报道。